可以錄到幾耐去？我睇下你幾時停。啊，算啦，應該係無限輪迴。OK， 好啦，好啊 ，Darky， 咁跟我嚟玩呢個遊戲叫 Tap It Up。係冇錯，一款遊戲咧就可以加速，即係係咁撳就可以加速風箱。我有少，我覺得佢有少少嘈啊，依家。多謝。咁有一個幾壞嘅壞消息啊，就係咧，我張 SD 卡唔係應該係點講？唔係 SD 卡嘅問題，我相信唔係 SD 卡嘅問題，我部手機嘅問題。因為我部手機出咗少少問題，所以令到我啊誒，令到我嘅唉死啦，死啦，令到我嘅 SD 卡唔可以正常咁用啦。咁就係真係幾麻煩嘅。咁所以本來諗住拍嘅惡狼遊戲，唉，加車動啊嘛，唉。OK， 我哋抽個獎先。但係即係我諗住拍嘅惡狼遊戲咧，即係點講好咧？《雙月雪城》嘅 side story 我已經拍好咗啦，我嗰個剪片剪下剪，即係去到最後竟然冇嗰個檔案，之後查究竟發生咩事，原來仲有 SD 卡嘅問題。即係我叫佢嗰個咁嘅死人窿咧，仲叫咗唔知叫咗幾耐先叫到佢出嚟。之後我攞，我盡量攞消藥水玩一玩嗰張嗰個 SD 卡啊 SD 卡啦，我就睇下有冇事啊。嗯，最後都係食屎嘅，所以睇下點咯。而家已經係四點幾，可以盡快剪完條片之後出到片算。點知就係咁啦，唉！呢件事搞到我成晚根本就冇法瞓得著，我仲諗住佢出到啊！可能嘥咗成個鐘去等佢，唉，食屎啦！總言之就係咁啦，所以惡狼遊戲啊，呢個系列就睇下點啦。可以更新就更新到啦，更新唔到就更新唔到啦，冇辦法嘅。我會睇下係部手機 check， 即係係部手機出咗問題，定係個電腦出咗問題，或者係我邊係 SD 卡出咗問題。如果 SD 卡出咗問題，我大鑊啦。冇得救，如果係電腦，唔係黐線，如果係手機嘅話，仲有得救，少少仲可以換翻版。但係 SD 卡出咗問題，真係攞唔快照出嚟。但係總言之，唔好理啦，呢個沉睡嘅話題我哋放低佢先。哦，新嘢，哦哦，可以好正，好啊，好中意呢個。哎呀，咦，跳早咗！我成日好中意咁樣咧，係咁撳撳撳撳撳，但係係咁撳，覺得好快啊！唉，我最無聊到抄翻啲小遊戲出嚟玩，我都覺得自己有啲自大啊！係咧，呢個遊戲好處就係俾你試啊，同埋抽獎係真係抽到，咁抽唔到就可以用錢買。咁當然邊個咁蠢真係用錢買啊屌啊冇對唔住啊衝下一句就衝下唔係啊唔應該非常之不清好啊但我今晚呢咁呢個定到啦唉我死啦大家知道啦我呢啲原因我會做起啲我一陣我入去唉免費廣告好嘢呢個遊戲有我哋套路嘅睇到呢个地狱猫，好耐冇玩过。哎呀，咦，行，知唔知攞到分数咧都会可以计入去嘅？我示范到俾大家睇啦。但系知唔知我，因为我见到有一直都有玩开嘅。我自己其实我自己个人就好想换呢啲嘢。我做埋 SD 卡 ，Hamster， 牛油，菲林，啊唔系呢个系电影，我想要菲林，牛奶都有。只可以試試，我都試試好得意。呢張 Pixel 真係好正，睇下啲咧幾好出品。係一個非常之仔細嘅遊戲，佢每一卷紙紙，即係唔係佢每一卷嗰啲膠紙都會有唔同嘅 animation， 即係唔同嘅背景。
哎呀，我应该跳过去啊，真系。之后咧觉得好似有少少空虚，系咪个 setting 教咗啲乜嘢？啊，系系，我自己问题。啊，点解好似少啲音乐咁样嘅？咁我条片拍唔放，我条片咧唔做咪系咩料？系啊，终于可以玩啦。咁即系我唔知佢仲有冇 download， 因为我之前 download 嘅。系啦，冇错。咁其实。拉得去嘅遊戲都係啊，係呢個遊戲都係拉出嚟。我跳翻去啦，呢個分數可以加嘅，都好成成幾倍幾倍嘅，真係好爽嘅。喺度唔敢發，但我真係冇睇翻邊打嘅事。係攞咗錢，呢個周圍啲錢。画面呢
好似打即係打啦，即係以前嗰啲機嘅啫，即係好似有啲唔方便，但係咧都好好，唔差。即係佢個夠美觀嘅，即係好似咧之前啲街機，佢應該係街機。我記得我之前做嘅版本係，有個版本唔係街機，好似係即係咁打嘅。但係我隨身攜帶遊戲機。這個 Auto Tape 啊， 是Glock 一聲， 膠片是Glock 一聲。 我先拿不用的Tape， 地獄啊， 我覺得他的綠色的Tape 跟地獄應該很配。 我今次呢， 試試得噶，哎呀，又系乜嘢 ？yes， 黐线嘅。OK， 呢个有啲咩？墨西哥名，喺墨西哥笑。大家唔想我跳去呢个 level 上去睇下咧，都话要坤人，甚至系坤人啊！呃你$100，可以咁做，呃你成嚿水，唔知搵真定假？哎呀，飞成咗添，真系好难飞大啊！我除非你用个主意镜。各位娃娃方面試下，我雖然唔覺得自己娃娃，知唔知啊？哎屌，知唔知啊？見到一份作品咧，個稿唔得啊，嗰啲我哋即刻會黐啊！就覺得，哎，打咩？釘釘打咩？係喎 ，Sally 頭先有重複嘅，快快玩住啊！睇住佢哋入貓，佢哋入貓喺邊啊？廣告，不用嘅，多謝。呢個遊戲請啲打廣告記住。哦，我先撳去睇下有咩時，有幾多時間？唔記得咗。哦，綠色嘅。係呢個音效有啲。啊，有幾得意喎！呢個做藍色嘅主城，又係你啊！又係你啊，貴啊！啊，我呢？咬彩虹呢个，好正啊！鬼度鬼，我真系好中意佢，佢个大只，即系我已经知我讲咗好多次，但我都唔讲。呢只佢好可爱，佢仲有另一个版本嘅，我系位就玩。你唔好误会呢个游戏有啲咩其他版本，唔好谂。好啦，健康收，好好。记住佢个黑色嘅样子，系 Watermelon 先啦。其实我唔记得自己有换 Watermelon。嗱，呢个游戏咧有个好处，就呢个游戏咧系唔使 WiFi， 你唔使 WiFi 都可以正常开得。因为最多广告就应该冇乜流失咗。咁收翻啲我哋会点？初嚟玩第一局，玩啦，见到第二个先要跳落去啦。冇碎到，我應該係碎嗰個樣太牛啦！又係啊，搭車啊，誒，前邊呢度，呢度仲要落雨，啱啱掉地，知唔知？知唔知呢度掉地咧？你估我點咧？唔該住。玩起呢一串嘢。
咩水啊？又系你啊，云一，又系你啊，西瓜，哎，初段，点解同动物有关嘅做咧咁扯？系要鬼鬼，哎，初段好耐。大家如果觉得唔耐烦，直接音效，即系话唔好音效系特色，系咁系你嘅问题。睇下背景，大家睇唔到嘅意思。广告好嘢呢个，劲抽劲抽，我真系几时俾你个广告出嚟就系啦。呢个，哎呀，啊，哎，咦，哎，攞钱，攞钱，攞钱。哎呀，做乜咁大噶？我之前三千块钱买翻嚟。第一个咧吓，哦呢个，好似呢个，好正啊，系红色噶嘛，大家有见到？大家见唔见到？对，好快死咗，因为我分心。好，呢个好似，啊系窿，我知道系牛。韩国人咧对我哋嘅印象就系咁啊，系好敲鼓敲锣，就系一堆灯笼咁样，呢个都叫 Chinese New Year， 或者应该叫 Dragon 啊，算啦，唔玩啦，都想攞钱，哎，冇地都食屎啊！佢每个都要讲俾我听，咪死，又系你啊？啊，你啊，呢个系飞龙，唔系飞龙啊，而家又叫咩啊？死啦，呢个叫咩？佢有一個是飛輪，一個是電影啊嘛。呢個唔係飛輪，唔係電影啊。唔係喎，飛輪電影短短噶嘛。因為咩我唔記得咗。因為哥諗唔到佢個歷史名。我哋今次三次，我挑戰。我挑戰，挑戰。哎呀，散咗。啊，真係。唉，因為真係好玩啊！就呢個卷軸啊，好正，因為飲者。大家睇下玩系咪觉得好闷咧？所以我建议大家食快啲。既然你忍者就地狱咧，即系讲到好似我话我咩话，佢话讲到忍者去地狱，唔系，唔会。哇！点解要忍者？啊，记得啦，呢个好食。我系咪要试晒咁多种？又系你，又系你。啊！真系想啲屎晒，不过即系纯粹我自己唔服气咁换，睇下咧仲有换到啲乜嘢出嚟。啊 ，yes， 换到啦！今次应该系飞龙啦，我相信。啊，唔系呢个电影吧？呢个金色嘅应该电影。啊，死咗！电影死咗。系金色嘅，金色嘅电影。好多呢个真心多，大家哎，对唔住啊，自己跌翻出嚟，即系呢个佢系冇尽头嘅，大家可能觉得诶轻松减咪得咯，但系轻松减系好烦，真心烦。啊牛油，又系你啊猫，短足又系你啊西瓜，啊冇再揿啦，啱啦啱啦，今次冇错，你喺牛都踢到。又系你啊，牛奶二，又系你啊，牛奶，啱啱又唔见有你，又系你啊，星云，又系你啊，云，一阵云吉，吉贴又系你啊，啊，冇，唔系你，呢个应该捷运，你应该叫火车，我叫火车啊，系，台湾叫捷运，香港叫地铁，日本叫地下铁路，因为地铁和地下铁路有咩分别？其实一个叫地下铁，一个叫地下铁路，点解会咁咧？因为之前俾日本话系抄佢个名啊嘛。好似系，好似啊唔错，地狱啊，地狱啊，哎呀，会玩上瘾呢只 game 真系，又系你阿娃，又系你忍者，又系你次子，又系你阿居，啊唔系，六阿姨，又系你次子，见过几多次啊？去搵吉，好新啊！喂，唔好犯罪，主事。
算啦，睇下边啲啦，即系擦胶。佢嗰啲名都好得意嘅，我好中意 stable 啊！我真系记得咁多啊！我识呢个，呢个 game kit 啊 ，coffee，coffee， 睇下我可能真系，我可能真系好快。哦，斧头，呢个炸弹系最棒 ，surprise，the glitch， 哎呀好正啊！真系 ，I'm not for ultimate escape from hard mode，the head of death three times，head of death 乜鬼嘢意思？可能我真系记得咁多，可能我真系好快。就揾个吉，好啦好啦，大家唔好打，我去攞少钱。OK， 就系咁啦，我就呃咗佢少钱。咁最后我哋买咗最后一次啦，希望可以做到新嘢。哦，好啦，我哋玩埋最后一次先啦。呢个有啲旧嗰啲卡带，呢个叫咩？唔记得叫咩喎？但系我真系见到似有几卷嘅先嘅。咁當然係我細個嘅時候見過啦，啊，我都見到 the glitch 啊，見到 the glitch 咧，哎呀散咗，原來咁散。OK， 好啦，我哋今次又玩到咁多先啦，我係 Ducky， 我哋下一次再見啦，拜拜，我出眼瞓到嘔。